亚俱杯天津女排三人上双，篮网11-1领先中国台北30-42019。北京时间4月29日，2019年女排亚俱杯小组赛，天津渤海银行女排3-0轻取中国台北，顺利赢得小组赛2连胜，三局比分为25-14、25-14和25-18。天津女排李盈莹23分，荣膺全场得分王。龚翔宇与王媛媛并列得到11分，李雅男7分，刘晓彤6分，姚迪3分。中国台北女排16号陈思雅9分，15号林书和与3号曾婉玲皆得6分，7号黄曼亚与10号吴芳于彤得3分。进攻天津女排45-29，中国台北女排篮网11-1，发球5-1，自失14-16。